那个是买来用，不是买来收藏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就不懂那买来摆在那边要干什么。对，我主要是买那个前面的雨衣，雨衣，后送。你要买雨衣送这个？对对对，给我看一下。你还有需要吗？你有？不是啦，你没看过，我要给你看啦。只是看而已，只是看而已哈。那要放哪里？下面啊，下面放啊。它是一个贴膜，你知道，你要贴在你的用具上面。所以它不是雨衣，它不是雨衣在，雨衣是别的，这个是只是贴膜而已。然后贴了之后就会有口味，贴在哪里？天哪，我们都没都不懂哎。你看他想要在哪里用餐就贴哪里。你叫他吃跳跳糖啊，有一点跳跳糖的感觉。那有没有人没有要干嘛，但你就拿起来吃？可以送，要不然要这样不吃？可以送给我吗？我好想吃看看味道。你可以开一片。哎，那开来吃吃看啊。真的假的？这个已经是它会融化吗？融化吗？你给你看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吃过，你们吃这个。葡萄味是不是葡萄味？人家是单身呢，这样买会很贵吗？曾经最高一个月要花100,000左右来买这个东西啊！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影片哦。马上通知你。其实看了那么多东西，我其实对阿虎桌上的东西比较有兴趣，是不是？那是什么情趣用品？那个是买来用，不是买来收藏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就不懂那买来摆在那边要干什么。对，但保险套这种东西有需要买网购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些后面东西是正品嘞，我买的可能是正品。嘿，我买的是这个保险套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可能送你一个就是飞机杯，这可以讲哦，可以飞机杯啊，哈，飞到肺里面会黑。待会大家有需要就可以分送。丢一个给我看一下。你还有需要吗？你有？不是啦，你没看过，我要给你看啦。只是看而已，只是看而已，哈。那要放哪里？下面啊，下面就放了。就是不是你用的，这个就是这是一次性的啦。难怪要团购哦，真的，这一次性。我主要不是买这个，我主要是买那个前面的雨衣，雨衣，后送。你要买雨衣送这个？对对对。那你那个嘴巴是什么？像这个就是葡萄口味的，那是怎么用？不是啊，哎，怎么用？女生如果说真的要干嘛，那也是没有带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 Hey, hey, hey. 你哪有人带了那个还要女生干嘛？没有没有，这个东西就是在你带之前，它是一个贴膜，你知道，你要贴在你的用具上面。所以它不是雨衣？它不是不是，雨衣在、雨衣是别的，这个是只是贴膜而已。然后贴了之后就会有口味。贴在哪里？天哪，我们都没都不懂哎。你看他想要在哪里用餐就贴哪里。你叫他吃跳跳糖啊？有一点跳跳糖的感觉、啊。哪里用餐就贴哪里。对啊，送他，他没有用过，送他没有规定，送他送他。比如说他是喜欢这种云子回味，你就贴手指也 OK 啊。对对啊，手指去看看。所以也可以贴在女孩子身上。欸、可以吧？看谁要吃，看谁要啊？看谁是服务型体质嘛？对对，谁是服务生，谁是客人啊？你要先分好，怎样都不先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吃过是什么味道？我没有吃过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女生的。哎，有没有人没有要干嘛，但你就拿起来吃？可以送，要不然要先不吃。可以送给我吗？我好想吃看看。味道，你可以开一片。哎，那开来吃吃看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太幸福了。多嘛？人家是单身哎，这样买会很贵吗？曾经最高一个月要花100,000左右来买这个东西啊，一个月，一个月十万，我告诉你，不到，我告诉你，真的用不到10万吗？真的用不到，因为它来都是那种大盒装的，然后如果你再加一盒或怎么样，它就可以送你这个啊，你再买再加购又再送别的东西，所以你是为了。送雨衣，为了礼物吗？我当然是为了雨衣嘛。但是就是你买这买这，你就觉得哎、欸，你的朋友不错，也大家分送一下，分送一下啊。当然不是只有他，我还要买一些别的东西啦。它里面只有一包哦。哎、欸，那你桌上那个阿婆铁蛋，你那个蛋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那颗铁蛋。没有，它是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这个套，就一样长跟雨衣有点类似，然后你就把它包覆在你的这个用具上面。但它的螺纹啊，它的颗粒是坐在里面的。是你会享受到，所以男生自己用的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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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你不用了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我看我真没看过，你放在那边，我会以为它是气球的材质，有没有？这个已经是它会融化吗？融化吗？你给你看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吃过，你们吃这个。葡萄味是不是葡萄味？各位，葡萄口味的。我比较好奇它是要放在哪里、啊？它不会融化、啊，它不会，它是给它是。它包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就去吃这个。对对，吃这个，它就是一个有口味的纸巾啦。对，纸巾啦，纸巾。纸巾，纸巾。哎，好特别哦。对。其实有些人买这些东西比较害羞。但我都觉得你是故意来炫耀的。哪有？你看一盒，你说你有时候一盒里面有180个。对啊。那一天用一个，一年也才用365个。啊，你爱开10万块每个月花，
你是拿来套手指头吗？十个手指头？我是包槟榔的哦。不是。对 啊我不能拿来试穿吗？我不可以试穿吗？哎，试穿，试穿。好吧。